没想到小小的河南会馆居然卧虎藏龙，你们是不是没长眼睛啊？连我的人都敢打。哎，虽然我们有本事，但却不欺负女人的，你放心啊。你还懂得怜香惜玉啊？当然。好，很好。眼睛差点没了吧？你好阴险！哼，给我打！你们别乱来啊！别打别打，有话好说嘛！打我的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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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我的人！打呀，打呀，你打，再打！是打，打我的人，打我的人，打我的人，好大的胆子！是打，你打我，你敢打我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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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敢打我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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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个臭小子！你怎么乱打人了？打人又怎么样？你们打我的人，我就打你们的人，打！打你，打我，打呀！你真的要打吗？有胆的话跟我单打独斗，打就打，我怕你啊！住手！看一下，少奇，你走开！你们都不许插手。叔母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哎，你们有种的一个对一个。对，你们有种的话一个。是这样怎么上的？他们给我提鞋都不配，你竟然对我无礼！对你无礼怎么样啊？如果不是他们一起上，你早就被打倒在地了。少奇，这件事算在我头上好了。你还有两下子，好，三天之后在城门七里外的七重塔，我摆上擂台阵。让我的高手跟你一个一个的比试，我叫你心服口服。你想打擂台就打擂台啊，凭你是谁啊？凭我是谁你也不去打听打听。小子，三天之后的擂台之约，我若是见不到你，我就把这个河南会馆给铲平了。你们替他准备寿板吧，走。
哎呀，杨兄弟呀，你看这怎么办？馆长，别担心。嗯，这回我们是死定了。哎呀，馆长，哪有这么严重啊？他到底是什么人呢？打了半天，你们还不知道他是谁呀？他是谁呀？他就是荣王府的头号霸王永宁格格。哎呀，我们是完了。疼不疼啊？不碍事的。对不起哦，都是我惹的祸。不关你的事，他们也是在欺人太甚呢。可是害你伤成这样，我真的过意不去。这点小伤算得了什么？你没事就好。哎，说起来，你打架的样子好凶哦。那当然啊，就要揍他，我瞧他不顺眼。哦，又是瞧不顺眼，你说话的口气倒是跟他一模一样。你说什么？就算是不顺眼，也该坚持一点嘛。难道他凶巴巴的样子好看吗？哼！哎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啊。阿浅，你会不会怪我连累你受伤了？怎么会呢？眼下这一点小伤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倒是三日后之约。阿浅，三日之后我跟你一起去。不行，无论如何我不能让你去涉险。况且一对一的比试武功，点到为止，不会有什么危险。他只不过想挣回面子罢了。我以前住在陈家堡，光想着自己被困在里面，一天到晚都想着出来闯荡江湖，一旦出来了才知道仕途这么凶险呢、啊、一不小心就会惹祸上身的，以后的日子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前途虽然危险，一步一步慢慢走，总会走出来的。嗯，哎，你这里疼不疼啊？啊，对了，那个刁蛮格格，这么晚了谁会来啊？馆长，杨公子，这碗热汤对你的内伤很有好处，你赶紧把它喝了吧。有心了。哎，别忘了三日后之约啊。哦，馆长，我们绝不会爽约的。总之，我们两个人绝不会连累河南会馆。啊，这位公子，北京城不比别的地方，意气用事会惹来杀身之祸的。馆长，请放心，他的事就是我的事，我们一人做事一人当，绝不会连累你们的。哎呀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们出门在外可千万要小心的。有劳馆长费心了。天色不早了，我也回去了，也不打扰你们休息了啊。我慢走，慢走，慢走。留步，留步，留步。馆长，馆长，馆长，怎么样？我看他们两个都不像要溜之大吉的样子。放心吧，他们绝不是这样的人。不过小心能手腕粘船。对，馆长，还是看牢一点的好。那就辛苦你们两位了。馆长你放心。放心，我们全都商量好了，两个两个轮流站岗，那小子跑不了的。嗯，那小心点。是是。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！走，过去看看。走。今晚的月色真不错啊！哎，月色真好，月亮真好看。哦，不，还是星星好。月亮，月亮好，月亮又大又圆的。今晚有星星和月亮吗？月亮不错。哦，这么晚了，两位都没睡啊？公子，您忙，您忙，哎，先走了。好，走好。莫名其妙，哼！哎，少奇，怎么又端回来了？没事吧？他们根本就不相信我们嘛！啊！外面有人守着。算了，这事关乎到会馆的生死存亡，也难怪他们要谨慎点。快点睡吧，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。明日愁来，明日忧好了。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，我们只好这样了。哎，你慢点啊，
疼不疼啊？啊，我没事，睡一觉就好了。我先帮你盖上被子。醒醒，天亮了！啊，怎么睡着了？快过去看看！啊，都没人呢，怎么办？找馆长去，快走！三日之气。不得了！那两个人不见了，真的不见了！你们两个是怎么看着的？别再说了，赶快去找人去！找人！杨兄弟，杨兄弟，杨兄弟啊！馆长，馆长，什么事啊？杨兄弟没跟你在一块儿啊？没有啊，我醒来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。刚才我到外面买早点，哎，对了，你有没有看到他？他不见了。不见？不会的，阿钱，阿钱，你不是说他不会逃走的吗？他当然不会逃走啊，他又不是贪生怕死的人。馆长，你别这么说。哎呀，我管你都找遍了，他确实不见了，这怎么办呢？你们赶快去找他去。二叔，这出了什么事啊？一大早吵吵闹闹的，干嘛？他们说阿钱不见了。你见着他了没有？昨天晚上他是找过我，哎，我们俩还聊了一夜呢。阿钱跟你说了什么？他是担心呢，跟七大高手决战的事儿。那你是怎么说的？哎，我当然是鼓励他了，让他不用担心，就算打败了，大不了就是打成像我这样吗？是不是？就是把他关在牢里，好人呐，最后还是得放出来的。那他肯定是逃跑了，你不能隔着门缝看人呐，把人看扁了。他不是那样的人。二叔，那昨晚上阿钱。馆长，对不起，我们俩有点事儿啊。哦，少奇啊。二叔，昨天晚上阿钱跟你说了些什么？昨天晚上我跟他聊了很长的时间，当时玉琴，你就是为了这个心绪不宁彻夜不眠吗？哎，怎么害怕了？今天在大厅外面你有一个对手是等闲之辈。玉琴，咱们是省油的灯吗？事情要往好处去想，能跟别人比武，那是咱们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我问你，练武有多少年了？从六岁开始，十几年。你看看，十几年了，跟什么高手比过武啊？没有跟高手比过武，你怎么能够验证你的功夫有多高啊？可是万一要败了。败了怎么了？天下所有的武术名师没有一个是第一战就能够大获全胜，败了正好从中吸取教训，取别人之长补己之短，能融合百家所长，方能成大器。阿钱，王府那可不是等闲之地，那是高手云集啊，啊，不是轻易就可以跟普通人比上武的。我说你不远千里来到陈家堡，不就是想学好武功成名立万吗？是不是？可是生活还没有脱离险境，又生出这么多事端来，你还带着伤，少奇又需要人照顾。玉琴，我以前就跟你说过，黑夜过去，黎明就要到来，你当时
就是听了我这句话，刻苦奋斗，去学习，去锻炼，你才能够有今天的成就。怎么，这就让他给困住了？二叔，我明白了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那就好。二叔，我怎么这么笨呢？我连他满腹心事、忧心如焚都察觉不出，郑王我跟他在一起这么久，连替他分担一点心事我都做不到。二叔，我真没用。少奇，别太傻了，他刻意不让你知道，是怕你为他担心。你要是自责的话，那不是也辜负了他一片心意吗？陈兄弟，陈兄弟，陈兄弟。关长，关长，现在该怎么办呢？哎，去找他的人呢？还没回来呀、啊、关长。哎，他们回来了。关长，没有，都找遍了，上上下下都找不到他的人呢。二叔，这怎么办呢？都是我不好，我去把阿钱找回来。哎，你别走，你别走啊。怎么办，怎么办，连他都走了。他们一定会回来的。哎，见到您就好了。杨玉乾，他决战永宁阁的七大高手啊，闹得是京城人人皆知啊。他过去虽然是河北人，可他跟你去了河南会馆，那就是河南人的事儿了。我们不想沾他的光啊，他也千万别到河北会馆来，这事与河北人无关的。哎，对了，刚才我还忘了跟他说了，你记住转告他，不要到河北会馆。你刚才见到他了？是啊，刚才我看见他在前面，还撑着一个喝醉的老汉呢，就在前面啊。哦，来，记着，帮我告诉他。啊，对不起啊。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哎，大叔，你见过杨玉乾吗？什么杨啊？我不知道，不知道。那观音庙真有那么灵？可不是吗？有求必应，不由你不信吗？观世音菩萨在上，妓女陈少奇，求菩萨庇佑，让我能够再见到阿钱，还有信女想恳求平安符一度，保佑阿钱三日后能平安回来。倘能如愿的话，信女必定回来酬谢神恩，绝不食言。麻烦你帮我解这签。嗯，第几签呢？二十五。求什么来着？求平安。桥已断，路不通，登舟遇险又遇风，这可太明白不过了。行船又遇当头风，屋破又遭连夜雨，不好，可不是好签呐。阿钱，哎，小哥，还没给钱呢。啊，对不起啊，不好意思。
晴儿，你在信中说及你在那边吃得好穿得暖，可是知子莫若母，我儿素来孝顺，不管报喜不报忧，为娘焉有不知之理。你此行一定会遇上重重的困难和险阻，但是娘相信你必定能够将之一一克服。汝父常说，男儿生于世上，当志在四方，闯一番事业，以其扬名天下。娘相信我儿必能做得到。娘在这里日夜等候你的好消息。娘，你对孩儿有无比的信心，认为孩儿一定能克服重重险阻。可是娘，您知道吗，我真的一点信心都没有，只怕辜负了父母还有朋友们对我的期望。孩儿这番心事实在不想让别人知道，更不想让少奇为我担心。孩儿心里明白，成功道路上的重重险阻必须要靠自己去逐一克服，能够帮助自己的也只有自己了。可是没有娘在身边的这一刻，孩儿真的很无助。阿琴，你来找我？嗯，会馆的人都以为你走了。你也以为我走了吗？我知道你不会，我只想找到你，让你明白无论你发生什么事我都会支持你。虽然我知道我没办法取代你娘在你心中的地位，不过我希望我能做到最好，陪你在人生的路途上走过这艰难的一段，使你不会感到彷徨和失落。我这样出来让你担心了？如果你觉得好一点的话，我就不担心了。我爹常说，任何人必须经过重重困难方能成为大器。面对这么多高手的挑战，我心里无法避免的有一丝恐惧，我真的很害怕。可是我一直相信我一定会做到，我一定会把这种恐惧克服的。我这次出来只是想平静一下，不是为了逃避，是去准备面对以后的事情。少奇，你有心事啊？少奇，他一路上没有对你不轨吧？没有啊。我还是不放心。这样吧，我把太极拳的绝招传给你，这我还从来没教过人。如果他对你不轨，就用来对付他。你千万不要让阿浅知道，除非他娶了你啊，不成，除非你们有了孩子。少奇，你没事吗？没事。格格，刘侍卫托了小昭来传话。刘侍卫说，格格要他办的事正在进行中，但事情一办完了，他马上就回了复命。很好。格格，进来。格格，童王爷叫人送来一封信。拿来我看看。是。你们下去。是。是。格格，杨御前决战七大高手一事已是满城皆知。闻言望与君说道，永宁格格是为了好胜逞强，可是本王却了解格格是一片孝道，为了替荣王爷招揽人才，
用心实施良苦，外头没见识的人却是把你给瞧扁了。可是本王也知道杨玉前与刘侍卫的过节却是另有原因，开启事端者是非杨玉前，此事乃本王亲身目睹，知之甚详。未免格格被外头人数说是非不分，本王愿向格格详述此事经过。刘侍卫到。格格吉祥。我交代的事都办妥当了吗？回格格，一切都办妥当。七重塔之内险关重重，就算杨玉前能侥幸的过了一二关，第三第四关必死无疑，第五第六关呢就用不上了。如此说来，那杨玉前必死无疑了。恭喜格格，贺喜格格，明日之战京城内外都知道格格的厉害了，以后看谁还敢冒犯格格的虎威呢。我的虎威，哼，哪比得上你刘侍卫的狐假虎威呢？哪个民女长得漂亮就拉回去当皇后，哪个歌女长得好看就押回去当妃子，你还不比我厉害啊？格格息怒，属下不知道格格所指的是什么。我知道，拿去看。属下该死，属下罪该万死，请哥哥恕罪，请哥哥饶命啊。既然是罪该万死，又怎么恕罪呢？若不是同心王跟我报讯，我岂不是落了招人画饼吗？来人呐，抓，给我打。哥哥饶命啊，哥哥饶命，哥哥饶命啊。格格会不会把他打死啊？叫他们停。是，格格有命，停。是。格格饶命。这样的人我府中留不了了，押去同王府听候同王爷发落。是。格格饶命，格格饶命啊。杨兄弟，杨兄弟，馆长，没人呢。馆长，他们会不会逃走了？不会呀、啊，他要是逃走了，昨天他就不回来了。是啊，你说的对。啊，杨兄弟，你在就好了。馆长，你怎么这么不相信人呢？他派人来监视我们呢。不是不是，我是来告诉你，贝勒爷要见你，他的侍卫还在门口等着你呢。哪个贝勒爷？就是最有权势的五阿哥德贝勒。哎呀，有一个永宁格格就够头疼的吧，又多了个贝勒爷。阿钱，这怎么办呢？杨兄弟，你不能不去啊。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你不要担心，我很快就回来。请。见到贝勒爷还不下跪？好名杨玉前叩见贝勒爷，起来吧。谢贝勒爷。你们都下去吧。他能令永宁格格旗下高手倾囊而出，本王倒要把你仔细看个清楚。哦，我真不知道她是荣亲王的女儿永宁格格。对，除了他还有谁那么霸道厉害？你惹了他可有你好受的了。小明怎敢惹是生非，请贝勒爷指点，可有补救方法？现在可由不得你了。
你可知道，三日后你跟七大高手比武之事已震动了整个京城。此事本非我所愿，世事又岂能尽如人所愿呢？比武之事你可有把握？并无把握。能在京城站得住脚都非等闲之辈，更何况您以一敌七，更是不乐观呢。但是知己知彼，方可百战百胜。你若清楚知道对方的来头，当可增添几分把握。这里有一本名册，我已将永宁手下的六大高手来龙去脉，他们的师承经历都写在上面，你拿回去做个参考吧。请问贝勒爷，不是七大高手吗？怎么只有六个？还有一个呢？我也觉得奇怪，以永林手下的实力，我已经打听得一清二楚，能够称得上是好手的也只有这么六个，这最后一个究竟是何方神圣？我想来想去都想不出来。能够知道其中六人的武艺特长，已得益匪浅，曾明德贝勒爷如此相助，实在感激万分。这次比武虽说是单打独斗，但终究是以一敌七，殊非公平之战，本王也是基于义愤的。贝勒爷侠义胸怀，石英草民万分敬仰。好说，不过我也要你应承我一件事情，但求力之所在，不敢推辞。此次比武不论成败，我要你永不再与永宁格格见面。怎么，你不答应？不是，草民当然答应，只是没有料到贝勒爷要求的竟是这样简单的事。草民与格格分别有别，亦不敢有攀附之意。贝勒爷的意思，草民自当遵从。好，一言为定，你若反口，本王绝不轻饶，记下了。二叔，阿钱怎么去这么久还不回来？哎，你说怎么就那么多事儿呢？啊，这得背了把阿钱叫去干什么？班长，什么事儿啊？他回来了，他回来了。谁回来了？杨军就回来了。阿钱，这次又让你担心了。阿钱，这得背了叫你去有什么事儿啊？没什么，只不过是跟我做一桩交易。交易？交易啊。你呀，从今天中午练功到现在饭都没吃，快点先吃点吧。你在想什么？没有啊，我是在想那贝勒爷是皇族中人，位高权重，而且他又对你有恩。阿钱，你千万要遵守诺言，以后不要再见那个永宁格格了。你也怕我见那个永宁格格？我怕什么？怕我可能死在他手上，连命也没有，可能做鬼才见得到他。哎，
你不要这么说了。反正我觉得他这个人奇奇怪怪的，好端端的女扮男装。哎，你干嘛？你现在？啊，你是不是在？